是自己的一个东西在那里。隔离警察接电话。隔离的电话。诶，咱副馆长吼，咱各局处的这个主管吼，各位议员同仁，各位媒体记者，各位乡亲吼，大家早安，大家好。来，咱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第二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005年8月30日上午10:01，地点本会议室厅，出席张议长、免达等20人，列席审计室陈主任、郑庸等35人。来宾各报社记者等19人，主席张议长明达，秘书长黄尚文，议事组主任张燕博。记录：卢正道、林绿莹、王立贤、黄旭平、李敬荣。主席宣告开会。一、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议事日程。二、议事组宣读第一次会议记录。二、嘉义县审计室报告本县104年度总决算及附属单位决算及总计表审核情形。三、散会上午10:52以上。各位同仁，咱上次会议记录，看大家讲什么意见？无吼，无咱确认啦吼。来，咱今日排定的议事日程是讨论提案，以及呢2、3读会，甲临时动议啦吼。咱即马开始讨论提案吼。甲一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为配合商业登记法修正及中央政府加强夜店业之稽查管理及营业场所毒品色情等相关防治政策，并对营业场所内如发现消费者有从事毒品色情及违禁品等相关不法情事，可以商业负责人通报司法警察机关之责任。拟修正嘉义县四厅歌唱礼法、三温暖、五厅五场、九家酒吧及特种咖啡茶事业管理自治条例条文草案，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26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后公布。审裁见原案通过。各位同仁，对咱甲一号案有啥物个？无吼，无咱完成二读啦吼。进行三读。甲一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为配合商业登记法修正及中央政府加强夜店业之稽查管理及营业场所毒品色情等相关防治政策，并对营业场所内如发现消费者有从事毒品色情及违禁品等相关不法情事，可以商业负责人通报司法警察机关之责任。拟修正嘉义县四厅歌唱礼法、三温暖、五厅五场、九家酒吧及特种咖啡茶事业管理自治条例条文草案，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26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后公布。安尼，咱就完成三读了吼，来。甲一号案完成三读，来。甲二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为因应新增夜店业纳入维护公共安全方案联合稽查之实施对象，并纳为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规范之适用对象，原配合修正本自治条例，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审裁见原案通过。各位同仁，咱加一号案到什么意见？无吼，无咱就完成二读吼，进行三读。甲二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为因应新增夜店业纳入维护公共安全方案联合稽查之实施对象，并纳为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规范之适用对象，原配合修正自治条例，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甲二号案，咱完成三读吼。甲三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有关嘉义县建筑开发业管理自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办法
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审裁见原案通过。加三号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能完成二读，进行三读。加三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有关嘉义县建筑开发业管理自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加三号案，咱完成三读哈。加四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有关制定嘉义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案，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审裁见修正通过嘉义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草案，修正内容如后附表。加四号案吼，这个争议非常的大了吼。咱即马请农业处长吼，来，过来咱报告一下吼。这点吼，农业处遵照大会决议，我有登记吼，现在要重新再修整一个法令了吼。在顶刚就是贵有议员有指示吼，讲咱要安怎甲条约定较完整嘞，吼！我甲饲猪场、饲鸡场，完了，这点是含屏东有共款吼，咱来做一个分级的管理。因为这点，按安尼讲，咱若定500，原地个一挂乡镇可能以后拢无材料去申请，咱来兼顾着吼，咱民众卫生甲生活品质的需求。另外一部分讲，咱定这个法重点是要希望农民产业升级跟提升收益上都能兼顾，所以我在这往这个条件说了，就符合新的环保条件，意思讲你袂使影响到环境卫生的方式的话，吼，咱伫300较有执行的可能。另外一部分是讲你若无条件，你嘛无做符合，咱就赶快维持这个500。好，我即马新版本已经上告大会，待会我们是不是发给各议员来指点哈，这样会那安尼定落应该是较周至啊，无咱话足惊安怎旧的设备我都发改善，等到环境卫生状况底下歹，咱这定这法重点是讲先管理新设立的，要安怎会更加好嘞？好，咱算环保的部分，咱来用环境条件来给可以更加符合。好，以上。即摆咱处长去讲啊，各位议员，你敢了解意思？来，看各位议员有啥物意见无？来，来，一定，班哥来，一定。咱那个所有管路各级的主管大家好，哈。因为甲拄啊，龙啊，处长你讲这哈，我记我定期有甲你讲，叫你找一个规划一个拢了畜牧区，哦。你即摆你即个你点么好写？哦，意外更改啦。阮无闲遐讲个上对，爱一千公尺啦。因为阮水上有伫场，有发生着你个纠纷过，我本身就在场啦。安尼做落去啦，你拢讲你合法申请，我会来叫来挂香哦，我嘛合法来挂香来放炮啦。发生升级较大啦，你敢讲卫生，你安怎讲？你要设立啦，到时你只有害死王不强尔啦。你那去，你那去追求一下这下类。哦，既然因为迄天无为啥是讲今日千尾啊，咱协调伫大会讲500，就照安尼处理啊。我也无爱去讲啥啦。因为第一，人心我无入来；第二，无人补救太麻烦嘛。洪局长，这个问题以技术机制要什么方法困难？对，未使讲你处长，你认为讲安怎做咧？这样安尼我认本身认为讲你含遮咧设厂个遮咧，遮人咧有交接，无啥大会决议过，无人报去发言烦你，你搁较烦难，我真怀疑你个，哦，你烦难，但烦难等个原来清啦，安尼我拢赞同啦。班哥，嘿，依托
会使修正文字啦。我讲会当修正文字，但是这个也都你都过了袂使啦。距离恁你不能发言，不能反距离，就是伊有本事更改啦。因为我今仔日咧是你已经讲无，我嘛无照讲，我嘛无权利发言啦。但是今仔就是讲你咧修正文字，拢袂要紧，但是这个原则袂使变啦。吼、嗯哦，我是我这我意见是安尼啦。对啦，不然一般就是讲。这个字，咱要规这个自治条例，这关系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讲，身为议员呢，大家拢要有这个责任啦，吼、哦。啊，我们要把这个做的是做好，大家拢真公平，真要怎处理，互两面拢好。因为第一点，要设假条，要设低条，边啊，绝对拢反对嘛。啊，但是呢，我们嘉义县对这个啊，这鸡鸭的啦、猪鸭的啦，有真侪人。从事这个行业，所以讲你嘛未容易讲无人去，但是我们要人去，咱就是在要求伊爱做个安怎符合标准，这就是咱议员吼、哦、要对县政府咱一个职责，就是讲爱互因交代清楚啦。所以讲今仔遮侪议员伫遮，我一定爱尊重所有恁议员所提出来这个意见，哦啊，大家共同来安怎处理，因为县政府。处长起来去讲这個，有伊考量，就是讲，万一也是500公尺，我真济要请的所在拢无迄个资格，这个嘛是一个隐忧啦，吼、哦、啊，所以讲伊有去讲，伊要求将设备处理有较好咧。如果距离差一丝啦，吼、哦、啊，设备啥物，比讲比照人，比讲哦设备的即加条甲低条同款。一个设备会使1000万嘛？听我讲，我要去加条低条，但是有诶嘛1亿万，听我是加条低条。所以讲呢，设备这个问题是非常这个重要。一定，你讲设备啦，你设备是毋是你做进前拢要规个大家公开上来，啊，就是大家了解，啊，就是安尼、啊。还是加因拢要出，管如讲安好，你设备会使你啊？对，你爱广告，你安怎设备，你爱。你爱所有拢计划出来无？你爱公告免？伊相信无可能做到安尼嘛？对啦，无啦。所以讲你讲拢设备就对啦，生效的啦。你意思讲设备咧，都变拢农业处人家去注意的。对啊，设备无够好，伊嘛讲。你今仔日设备，你以你要求，无你设备出来。你咧做进前，你先公布出来。吼、哦，你是目前这边的设定对象，你先来阮公所公告，伊的设备咧安怎？吼、哦，安尼好遐。附近的居民看了讲，哦，按一个可行，哦，按了咱无意见啦，哦，啊，但是你照设备水来照安尼做呢，无照安尼做就是你管路你也搞白死呢，哦，你也无安尼做，你定要安怎处理？你定要提弹书出来嘛，哦，你未使讲设备是因讲的啊，不啦，板哥伊来这，你这个弹书你个报告者，你看你加强什么？你报告者来。啊，会安怎处理？谢议长，谢议长让我有机会说明哈。最主要，其实第一件事情，刚刚议员提醒的是讯息的披露了哈。啊，我想这个讯息披露，我们可以绝对可以放进去。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是加强，就是说养猪的部分，它当然就要有所谓的污水处理这一些，还有要防臭，我们这把整个等级都全部是往上拉。还有养鸡的，我们。要求上基本上要用风扇水帘，甚至有类似喷雾除臭。这个原本以后就是我们定进去之后，以后都是列为弹书。啊，你现在看到以文话讲到几行是较重点啦吼。佮咱规个环境卫生，因为咱每反对人士是最好一个要求伊环保卫生要安怎来提升。吼，啊，我相信这部分咱直接定落。啊，而且以文看到讲距离无改变，学校机关。即个赶快去维持一千，好啊！今嘛是咱要列一个条件说，其实是我们希望是让业者能够朝正向发展啦，好啊，连包含连估诶，我相信诶，议员有讲起，我讲诶、欸，这部分是最好的看法。其实我们这样子定下去，其实我们就可以加强来要由环保部分来加强要求这个部分的稽查。好，以上。来，张婉正，谢谢议长。处长啊，所以你今麦意思是讲500到300是怎么样？我们原本的决议就是500，然后1000设备也是一样要再要求。那你现在说的是怎么样？这个是 range 哈，包含
学校，我刚刚新版的已经待会会送到各位。我们都没有看到，所以你现在这样子，安怎讲我都唔知呀、啊。我跟议员回报哈。我完全就搞拢无资料啊，而且我想要讲一点哈。学校一千。等一下，处长，等一下。你对旧年你心理上的事啊，你心杂疑啊的事，迄种我有提出讲，比如说预算哪里要删，啊，毋过搞离岛的事，你甲我讲，今仔已经发表意见，啊，毋过都未用去修改啊。啊，今日即马是离岛会是安那心杂疑上的事，我赶快我只有的人有来，有的人无来，咱的决议就是安尼啊。是啊，搞离岛的事，即马竟然会用修改文字。嘛，其实本来就在。无，啊，毋过旧年定机会的事，你甲我讲，我不拢未用讲，我今仔已经发表意见，啊，毋过拢未用修改，拢未睇，我有保留发言权哦。啊！不过你讲袂用字，无啦，咁有安尼？有啊，无啦，无啦，一袂啦。对啊，不然议事组主任说，我有跟你讨论过这个问题，对不对？好。报议员，这是遵照上次议会指示，要我们要再修。对，没错，我是修环境的设备哦，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哈，因为连新皮刚我有来啊，我冇发表意见啊，所以我相信我有发言的机会。然后我认为讲应该爱遵守，就是照咱顶届的决议是安怎。那你未来你要被修改，你可以把说你未来好，你要改成300公尺，你设备怎么要求的，你都把它拍出来，你都把它做出来给民众看，给我们大家看。不然你即马敢那问你红款？这随时都可以修改的嘛，你只要送进来，我们议员要决议就可以修改。既然咱拜三的时已经有关于讲，就是500公尺到1000公尺，啊，设备是安那，我感觉就应该叫原本的要求。未来你若刚刚讲你要说，如果说他们厂商哦，他们愿意花更多的钱做怎样的设备，距离再缩短，好，你把那个照片或怎样设备，你公告让我们议员知道，让民众下去知道，大家可以安心就可以认同啊，不然的话。拜三迄天关于的事，是安那处长你无爱，迄阵就随出来讲是啥物情形，你应该安怎？你爱替恁的法律恁当初定定的事，你爱去争取，你去捍卫讲，当初阮是安尼定300公尺啊，毋是讲议员已经来关于啊，你即马再来要来翻口径安尼，阮要对民众交代。啊，迄天开2点钟的会，毋着开假。赵议员，这我是遵照议会的指示，把更详尽的送上来。哦、好，所以现在就是你要把新的设备再怎么增加给我们，然后距离一样是500，就是离住家、机关、学校的机关，我们是把民医院跟学校是1000嘛，对对，那其他一样是500嘛，对不对？所以距离都没有变是吗？是，那可是条件说上，我就觉得条件说是什么条件说？就是符合。我们没有看到条件说啊，你不能这样子就让我们通过了。是可以发吗？啊，处长，你那个案子。就是您的就是新增的内容，其实应该在昨天就让我们先看过。是。你在现在那么短的时间要我们做决定，啊、是陷我们于不义。是。你没有那个民众的压力，我们要面对的是广大的民意。哎，那你在那么短的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发到我们的桌上来。对，我们现在还没看到，你都说附带条件，附带条件在哪里？对啊，那你的条件说现在才要让我们在那么极短的时间思考。这样子对我们还有民众是不公平的。您昨天早就言明好了，言明好了，你在昨天就应该要。赵议员，这个部分还是会诊各方的意见哈，我们要正希望是更。所以也要给我们议员有时间再去思考。对啊，你应该让我们有时间去那个消化。既然话当吼，你们议事组话当先抽等伊无啦，等下后会议再来处理啦，吼，哦。对啊。嘛是可以啊，好、哦，恁两先后边，甲个定提案，甲个检讨啦，哦。我建议是哈，先照原本礼拜三决议的，就先这样子走。然后如果你们要修改的话，下一次会期再提出来修正讨论。我建议是，无七十几条呢，你即卖呐，既然你交，既然你交过，哦，按过就过就是过啦，不可能去修改嘛。您先跟您就是先建议嘛。不啦，嘛后过就嘛是会使修改，因为如果不宜，像拄只处长伊讲，台东因所本来用的1公里，结果感觉不合时宜啦吼，嘛是以后会使阁修正啦，也是可以啦，不是袂使啦。局长，哎，处长啊，啊，即嘛是若无设计场，是咱拢无计办好只啊，是啊。敢有遮迫切？我问你啦。不以为，这是顶在。议会要求我这个会期提上诶，所以我是赶紧在遵照大会决议给因送过来。也可以啦，也可以啊，也可以。但固定以我是顶边甲你提议讲，你会当规划一个畜牧区嘛？
对不？你这我看你拢阿未做这个。不，跟议员回报，跟议员回报。你很啊，都动作都不做了。这个部分有向中央争取的。啊，这都要给中央清楚啊。对，是。啊、这四亩水是你规划甲报嘛？你含规划都无咧那清楚。报员，你嘛好歹先吹嘛。争取规划案才有办法做规划。哎，处长，我是感觉你的迄种有机农业园区吼，就改有机，就把那个全部的鸡吼到那个有机农，不然你要开几亿啊？你规划好个标未出去，你把迄遐当做有机农业园区就好，拢鸡啊拢一起遐。哎，处长啊，我请教你，拄啊你讲议会支持你送过来是三万个支持了，啊？三党来支持的啦。跟议员回报，上次不是有讲说，希望我们尽快提送这个。啊，我跟林宝平议员要拜托讲，你上个那个专区的，你也拢无。啊，你即摆是大西洋查者？哦，不是，即摆是关这都是黑白色牌的掉了。大那个园区绝对是要向中央争取，尤其那种大面积土地开发，这个不是我们县府即使自己做，哎。那县府没办法、啊、可是这样这种自治条例，你中央哈知影恁在是难做，你买先土地找好嘛，恁无含这动作都无嘛，对哦，你是讲讲在讲的，你怎敢笑呢？要争取规划案，然后才来折纸哈、哦，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在进行中。哎，既然一定，嗯，年薪嘛贵啊啦，哦，也袂当提完啦，嗯、哦。就是照伊随机规个行嘛，嗯、你无不给分还，就是照。我进行三通处理啦，啊、嗯，无年会回到尾也是，我卖听你啦，规尾嘛是大概头拄到尾年啦。不，当然是安尼啦，好、啊、对哦、啊，好啦，我啊，大家看，无影你个，你唔是我意见，来，台湾之星哈，咱张议长啊，咱国府各位在主管哈，以为当然大家早安，大家好哈，啊，当然就这件吼我。这日的提案吼，当然是希望会当来较长的距离吼。啊，当然我嘛尊重各位议员吼诶这个意见啦吼。啊，但是伫只吼，这个工课吼，咱遵照各位议员的意见吼。啊，但是我只要要补充一点啦吼，因为咱正是制定来管这只新设的场吼，新设的场来伊的设备也好，讲三百公尺啦吼。哦啊，也是五百公尺，一千公里，迄个一千公尺，这是基础。但是在古场，咱是不是我那爱来辅导？安那辅导？你干那管这些新的旧的，事实讲诶，比咱厝较近，有诶百几公尺啊，两百公尺，这足侪场啊，弄这是不是？咱爱当时的中间要制定这条例进程，是不是爱一个落实条款，看几档来？哦，三档啊，五档，是不是？原来伊的设备啊，要求含新的同款，啊，无你干那？即、这个较近，迄个头坑个，你啊管者，即嘛有当时啊讲起来，你无辅导嘛袂使。所以我希望咱要检讨即个案，我来检讨嘞，是毋是讲三档还是五档？因来我来当时是，我来按新的共款的条件，因来期间到，因来无法度改变即个设施含新的共款，伊就恁爱甲撮脚。哦，因为因个严重性，事实讲起来比新的会更加臭，环境。各个拜，所以这个点恁也要去奠定吼，真正无啦吼，咱这是底下讲吼，破以取得畜牧登记的申请吼，伊伫原地吼，下边子来重建三个拢无受管制，所以这点我是认为是讲，一定爱做落实条款，五档来还三档，吼，大家议员的尊重意见，咱这个我来共款设备含新的共款，哦，这是我的意见，哦，这你要爱来甲列入，哦，以上。主席啊，我拜托张吼，今仔报纸刊两种版本哦。迄无讲啦。关系着张吼，陈伯伦议员伊做主席个时，张我有一再甲拜托伊讲啊，结论是安怎？张个结论就讲，新即摆目前咧申请七十几件当中，这七十几件就是爱照新的条例哦，未使偷渡过哦。今仔报纸两项报纸刊无同个哦，一项是讲照旧，一项照新的哦。哦，我看我感觉有需要讲，今仔去做一个澄清较确认咯。所以讲，无啦，所以讲，咱这案内底有真侪这个问题爱处理，从咱第一要也做完成吼，以前大家爱讨论就好啦，吼。是啊，我什么意思？有听到有安怎？你讲啊，处长咧，处长。李长，已经有七十几场，即卖咧上行的，伫咱管处的审的当中咧。对。咱柏林议员伊做主席的时候，咱的结论就是讲吼。
除了即卖已经伫起的当中，已经伫兴建的当中，因为这个容积使用是公所，其实落上起来管路准了后，佮等于公所个是真建造。哦，即卖咱个结论就是讲哦，伫伫兴建的当中诶，以外拢爱照照新诶，照新诶哦。哦，即卖你企业当中，我当然都已经准人啊，建造准人，迄都无话讲啊。啊，若还袂动工，还袂企业进程的，拢爱照新的哦。来，哦，咱是毋是做一个确认嘞？无，迄个处长，伊张张子，对，啊，做起啦，做起啦。哎呀，在这边跟议员报告。拢总有七十几间吧？77件。目前有77件。迄间我完了有回报啦，吼、哦。报件因为送入来啊，报件你爱红报。啊，然后那是退件，咱个遵照新法。无，我反对你个讲。是啊，不是啊。我议员，您听我讲，解释，你听我讲完。因为法律哈、哦，很多是叫做不溯既往，因为有信赖保护的关系。如果我想这个部分，如果要解释，是不是由法制单位来解释会更清楚？卖个讲法律不溯既往啊！无，即马你修改年纪是你修改安怎？跟议员回报哈，我跟你讲哈，朱立勇，你若要偷渡吼，嘛无要紧咯。咱个关，迄做起来关于就是讲哦，这边有啊，有写啊，不是啊。他说有关嘉义县新设置畜牧管理自治条例于公布前已取得畜牧设施容许使用同意书的案件，适用旧法。伊提到苏永基就是登立去的。好，然后已经送件尚未取得畜牧设施容许使用同意书之案件，则适用新法。已经送件，啊，不过伊还袂用去，还袂摕到恁的容许使用，哎，都是比较新法。这礼拜三的决议哦。嘛，迄天礼拜三应该下了有出业啦。迄天主席柏林就是迄天确认的，就是讲新建当中啊，已经伫去的动工的当中，就是照旧的。对啊。还袂动工的，就是要照新的哦。你唔能想要偷渡，伊安尼是？对啊。所谓偷渡的问题，我们绝对都依法行政。可是依法，我想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啊，即摆依法是啦，阿官讲话拢无遵守。不是这样子。即摆是啊，动作机会，关机拢放屁啊。对啊，我们办事大开会，我们的开会过来哦。你上起来今天105年9月2号，你即摆这个说送议会审议版。你前面第一个是议会审议修订版，这是用议员决定的对不？我们办事迄间咱大家做会开会决定的嘛。是不是？你这个条例啊，你现在送进来这两边嘛，第一个前面这个表示，前面这个是我们我拜三的时议员大家开会，有你该开会，我们大家决议，我们决定是安尼。你后边个什么建议修订版？哎，县政府来建议议员还要再修正，表示说我们那天开会开假的，你们开的都是错的，县政府讲的才是对的。绝对不是这样。哎，请问到底现在谁是议员呐？不啦，咱即马针对。都只一个客人也去讲这吼、個，安、怎？你认为啦？你都只去讲啊啦？如果推荐的，我还是要由行政机关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好，跟议员会报告哈。因为基于信赖保护，我们还是会以送件进来的哈、哦，需要补件，我们因为已经进来了，我们还是要顾及他的权益，让他补件。补件就是要补完。如果不服推荐的，我们就。用新啦，用新法，哎、哦，这个是 deadline。所以讲，恁去当决议的时候，爱了解清楚啊。不是啊，一定。来啊，他刚老一老意见，伊爱讲啊，伊拢无讲啊，啊，即马记录做完咧，伊即马教你甲翻经。我甲你讲啦，处长讲的咱拢听袂到啦。伊即马你申请有70几件，伊那是确实无符合着资格，甲退件的，甲无算就对啦。即马上入来交通中以旧条件来处理就对啦。伊意思是安尼嘛，是毋是安尼？只有会当报警，伊就爱好报啦。报议员，因为意思是安尼嘛。之前申请很多是已经在300公尺，对，所以有事实上。你就今麦讲，你意思就是讲无符合了条件，你来退件，安尼就无算啊啦。啊，无会当报警，你拢爱到辅导和报警就对啦。你70几件拢会当报警。你拢总爱该受理，拢爱有过就对了。等一下，处长，你刚刚说70几件送进来都几公尺？你怎么变成安尼啊嘛？安尼咱太会接受伊，安尼就是接你讲因人心的意见来处理啊。咱人心的意见是讲，这拢爱照新疆就对了。对啊，对啊，对啊。你讲主席有做决议啊？啊，伊嘛讲啊，你讲人心改，安尼以后都人心改掉了嘛？对。安尼叫柏林议员试试的啦，伊讲伊都。伊讲有决议啊。记录也有记录吧？
伊记录摕来看就好嘛。咱有农业嘛，应放出来看。啊，村长那一天，其实大家少说，现在刚刚就是各位议员在提醒，有少说一句话。那一天我有再重复问你，在审件中的，你们是说就先全部暂缓。待新法颁布之后，全部适用新法，应该是这样子。对，所以不管他审件中有没有缺件，或是他条件不齐全的，全部都是暂缓，暂缓等新法颁布之后，全部适用新法。原那个业者已经有拿到使用执照，正在新建或者是going to建造了使用执照，对对，即将新建的，那就是当然是。不追溯既往，那是没有错。对，比照旧法。不，不是的，那个宇俊，他刚讲是讲，已经你去的。对啊，当然旧法。你领到建造不遵守哦，已经有当落啊，有去的，该会使比照那个旧法哦。他刚是讲安尼哦。不是吧？也是只有已经有拿到执照的，就是旧法。对，是叫拿到建造标准，先动工的才能比照旧法。一年新标准，还没有动工还比照比照旧法。工厂做工要清楚啊。来，直接吼，咱请问咱这个处长吼，哦，咱农业处长吼，伊做话，恁做话，这鸡条诶，因要申请设立，是毋是？吼，因你来许可伊迄个农，许可伊咧做动土墙，是毋是算同意啊？已经做动土墙，已经做好啊，这是算不？包议员。我刚刚也是请教齁，那个比较熟悉的前辈，其实是应该这么讲，地方法你即使是决议齁，违反中央法一样无效，所以我说的我绝对是尊重议会的决议齁，啊只是说到时候执行上会有一些问题，我基于我觉得要报告。我要问咱这个处长，您这话是一来申请是不是因为先土地改良是不是先做动土墙，对啊，这部分这是算不一定，不一定，大家拢有动土墙，所以议员。但是说讲，当然，阮这议员公司员来讲，啊，伊也未兴建，吼，这就是无准爱使用新法。但是伊啊，做我请问咱这种伊啊，做应该是做动土墙，做好恁验收好啊，安尼是算算兴建中还是无？哎，我哎，因为那个讲法是各个阶段的哈。尤其是我们地质法只要通过，我们是报中央，它在中央，其实到时候也，如果我们定的，像刚刚这个决议，我觉得有部分会被中央驳回来，我一定要跟议员汇报。我这是这个议员，我是要请教讲，咱怎啊就是已经实施动土墙了啊，安尼是已算有咧兴建无啦？这个问题安尼啦。哦、啊，目前这个有使用同意书，你的水保局应该严格啊，你干的是是。抱怨，这个有使用同意书了、啊，哎、嗯，这个都算、啊、都算进流程、啊。生意啊，你的适用旧法的这个。是，因为都已经进去了嘛，哎、嗯。哦，了解。哎，是。所以讲，无啦，所以讲，你要这个古玩甲新来来，这个即马申请中啊，这吼，你应该爱讲吼，再去完清楚啦吼，无人为的，无说真的啦，为哈。你为的，一开始去党道要以什么为标准哦？你爱大家讲个清楚，无到时又个有争议啦，哈。是，因为他们因为人来提出行动诉愿，有时候也变讲啊，我是古玩啊，先来，你没有标明清楚，迄阵阿贵讲，现在这个人就变古玩，这个古玩，包括哎，包括这议员嘛，怎么处理？好、哦，你怎么来罗议员，谢谢。大家好啦吼，我感觉大家有一个争议吼，唔是重要啦，重要是咱主管机关甲同意了后，百姓要有你做，人会抗争啦。所以我拄仔听你讲，拢总有理啦，但是百姓上有理。咱主管机关讲，这个、案件讲通过了后，人一块土地遐侪钱买落，到时八成无去做，伊一家当有可能买一千，到尾也卖三百、四百万卖掉，人业者很了钱啦。所以处长法定个清楚，予业者会当做。咱也讲过，变也做警察单位也使斗三工个呢。我甲你申请过啊，八成无过，变伊安那按八成还价呢。所以讲，局长伫遮，
歹势，我借些时间来讲了我的工课啊，恁听。迄、那个啊，做卫生局，麻烦你听一下。伫几个月前，阮中埔乡顶埔村有要设立一个高德收容所，去买土地我拢唔知。土地买的时要过路，他去服务处甲要遮过路，叫我做迄、那个。迄个做算讲做证人，吼、哦，算甲因关心讲过路路款，较听讲因要来顶埔，要做一个高德收容所。我是出生地在中埔乡顶埔村，我无可能去出卖顶埔人。这个黄教授伊讲，伊要来顶埔要做一个生态园区两日游，狗啊收几只啊，恁来掠转去，伊一只补助恁500块，掠转去饲，掠转去公园。你若饲四只，伊补助你2000一个月。我甲讲安尼袂歹，生态园区两日游，啊要来顶埔投资100万，我讲安尼好啊，你都来顶埔人好就好啊。但是无共党诶，无共派，无小天诶，无要紧哦。讲我去叫人来遐买土地，连江顶埔若开说明会，我先甲你讲，你爱派迄个房地产所长，我有甲所长讲。这个案件后过若要过，袂当安尼都要过，你一定要尊重啊！这地方嘛，他有这什么上门来人，若做县政府申请了，无过一定袂使。啊，人钱开开落，无过怪要怪谁？对，像我作衰啊，我做民意代表，人来我要写一个字，我绝对共斗三工啊。结果人讲什么我因人入去遐，我土地嘛伫遐呢，阮啊两三家地伫迄个附近呢，结果。人出来去啊，全部人定情啦，讲给局长听啦，有无？局长有无？哎，安尼我有衰无？我跟你讲，甲我讲迄个人，我最近到底甲报应，因为我都最近心情歹歹，我都讲我听，大家照去个，照你落来啦。社会哦，唔是一定就像五届，那算上慢的啦，那五届算上慢的啦，对不？我跟你讲，你房地产所长，迄个做。卫生局长，迄、那个局长今日无来嘛，对吧？副局长来嘛？房地产也是农业处啦。伊无房地产是这边还是农业处啦？农业处这边啊。啊，我拄来开问你讲里边，安尼这里也特别注意者啦，因为饲狗无人买啦。你看，饲狗迄个动物保护协会要来遮饲，咱个感觉是做好无唔对，但是吼、哦，地方若反对，你唔茫买就买着，再较准个地方，即个你啊，冤家了就害着我啊。对吧？昨天我讲真嘞，昨天有一听遐讲，遐甲我讲的人，我是真会晓报应哦。我最近心情歹歹哦，反正你也看我拍死人，不是唔白，是我一个拍死人哦。因为我委屈足济啦。迄天报应，你讲我先来甲听者要申请的人讲话。其实，啥物工课要做，只要你发工定我清楚，你变袂当用钱开开，变做袂起来呢。我是上主要讲我清楚讲你遮，啊不是为了我个人啦。遮饲鸡饲鸭，拢无阮的亲情啦。饲猪条伫我手边二三十公尺，我唔捌甲讲一句，我拢门关起来，阮某伫遐找我门关起来就好，咱唔通见怪。安怎讲？咱都爱食猪肉的啊，对无？啊，咱嘛爱食牛肉。太当见怪者是适地适用会当用无？百姓居民会同意无？你硬过拄只恁顶个法啦，啊无咱就消失啦。你甲定一公里啦，人啊一公里找你到底找啥人要做？百姓要做，咱来共赔呢？定啥物法？免定啦。会用家己去做，安尼较要紧尔啦。倒一个较用去做啦，有恶势力个人会当做啦，无恶势力个人歹做啦。好啊，这个话题，伊重点来处理这个问题。伊就伊人性处理啦。伊这70几位一堆，希望伊反正动员大家知影啦。无啦，伊只嘛有因这啦，你敢无？无分咯，吼。哦，你看你70几场，下一堆爱玩。大家当然知影啦，哦，这地点咱另外的爱学咱了解啦，哦，你应当，这个案你咧犯难先拢袂要紧，后会期你处理啦，这会期就是照人性的处理法啦，哦，人性较贵啊，对唔，哦，你有咧安怎文字修正安怎拢袂要紧，你后边你佫提出来电梯也袂要紧啦，哦，你大家当然拢同意就好啦。但是我的见解就是讲，你既然人性贵啊，啊无半人不跟法院管啦，就是照安尼，咱卖破例啊啦，啊无以后吼，一定
孤孤单单的机会，我估计安怎差都唔知影啦，哦，所以讲哦，我的要求是讲，你地点互阮知影，嗯，哦，第二就是讲，你后界你定机会也好，你临时也好，你去定提转来定处理也拢袂要紧啦，哦，是照这个即马因人心，咱的这同事人都发疑过啊，就照那处理就好啦，点么差较久也无路用啦。不对啦，我都讲完了。哎，来来，孟龙来。局长，我想哈、哦，这个案既然那么多的争议哈、哦，我想依照议事规则，我们是这个案是不是可以申，是可以办这个重复审查的部分啦？可以啊，不可以啦。依照规定是、哦、是会使啊，但是再提出了哈，会使个。啊，所以是咪讲，今年大家对咱这个人性的部分，决议加今日咱这个二度的决议，二度的这个。农业处长提出的这个这有意见的话，是咪讲咱是咪这个案，咱重复审查，咱大家定是嘛呢？唔代事。不啦，咱会使这个案卖决吧，卖决就是讲，我等下卖决，因为咱修正动议，咱的第二十九条吼，议事规则第二十九条呢，修正动议有啊，有议员有人两个人提出吼，会使伫二读会来这提出啦。系啊，所以讲，这是当然是会使咱议事规则二十九条内底有这个规定啊啦吼。啊，我意思是安尼啦，拄只办公因去讲吼，就是讲大家过去伫人心，拄只人心相关有去案呢。比如讲，我们是不是将这个案啦吼，啊做，万家，系啊。告知就是告知啦，咱伫定期大会的时阵咱再过来修正安尼啦，安尼好不好？好，好不好？嘿。你对啊，所以这七十几件就照旧的来信吗？不，起码你管这货七十几件就照旧的吗？我当然就是讲，何以来了？咱伫定期大会再过用这个案来好好来讨论啦。不是不是，啊，所以我即摆要了解的是，目前你管政府七十几件，拢比照旧的落去信吗？无啦，伊嘛，爱讲，嘛无一定安尼，咁你是吗？七十几件拢旧的吗？是无？你是安怎？你对，即摆这个信息还未过哦，即摆七十几件还未过，是送你个管政府啊？哎对。啊，既然是变就比照旧的，就没有什么限制吗？抱怨是。不，你不，你如果挂，让我讲一下哈。旧的，你要哪处理？对啊，目前旧的，就说压力关系。因为是讲你今麦上这七十几件，你等了后会期修订了，甲办理啦。你今麦先告知嘛？你今麦咱发告知啊，就是未使去办理的嘛？哦，是不是呢？哦，你告知就是未使办理嘛？就是好点，就等了你修订了，你安那办个来办嘛？哦，啊！你未使讲，咱今日告辞，你继续办，啊，就等着做告辞就假啊！好，那是假啊！后壁人家愈侪时间，佫请愈侪场，你看对？啊，那是唔告辞就变假啊！好啦，无新过去，即马就是旧案有新证，七十几间，你过来要过来办呢，是拢应该是爱啊！新的咱都还袂新吗？比较新诶，对不？报议长啊，报议员，哎，你先讲来，哎，因为其实我们定了新法了。我们中央法第十八条，他们叫重新重优原则，所有的人民各机关人民申请案件哈，适用法规，我稍微念一下，大家会就比较清楚为什么你时间其实如故其实如慢了哈，如在处理程序终结前，据已准许的法规有变更，适用新法规，但旧法规有利于当事者。而新法规未废除或禁止所申请的事项的时候，是适用旧法规，所以就会。所以新法如果没有去限制的话，还是一定。你所讲的是拢暗合价，你起价价价呢嘛？你不顾虑我老百姓嘛？诶，所谓诶，困难跟环境嘛，对。等一下，所以讲这个我大多不可能跟你认同啦。处长，你对家讲的，就是讲，假设说今天我们已经有新法了，然后也有旧法，新法没有规定到旧法的，旧法就是比他们要申请就比较旧的嘛。可是新的如果已经有规定了，就要比较新的是吗？所以他是这样吗？他会挑选，就是说重新重优原则。这个也是信赖对嘛？所以要从，就是他已经在申请的，可是还没核准的，就比较是比较旧法，比较旧法。可是新的呢？就新的、啊，哎，
新设立，所以我们在那现在已经，比如说都还没有取到任何的使用执照，或者是你们容许使用都还没有，只是刚送进来、那个，这个是比较旧的还是新的？你说清楚，不要讲那什么法条，来被谁挑拨这啦？因为你会送到县府，一定是乡镇公所都收案的，才会不会直接冲到县府啊？那收案他们是比照什么？那目前的距离是多少？朱定华，公所是就当照的，公所是代，公所是代收件而已吧。农丁六年来选举呢，你莫把责任这歹代志拢送给公所呢？公所是以义工的心，拢是使用哦，伊个会助你呢安尼。过来就是恁管路的处理，你莫把所有责任拢咧送给农丁公所呢？大议员啊，公所一定是初审啊。合格后才会送县府做。另外，伊申请拢是使用人爱嘛，我买你，我咧来证实，我咧提起来，所以使用先我嘛。一般你有对，所以我最近上有工作呢。没有，我感觉你的作风拢乱，你到底含这业者是有啥物交给你跟我讲？我真正怀疑。你拢去一面倒，拢企业停业者尔，不过咧，阮家己全民者，所以以后伊失位，阮咧思维会痛苦一堆。你拢无嘛，所以讲你完全对阮站伫业者的面前，来含阮的百姓来去反对伊嘛。大议员，是你反对阮百姓嘛？安尼，阮就反对你到底嘛？我一定话安尼就边讲啊。那就照权益啊，就照拜山开会意见来行就好啊。对不？安尼大家来去行，该告是先去内定，无先去再发令，大家来先去嘛。来，议长，看安怎处理啦？都迄个古件，迄看要安怎处理？都迄间都柏林都，伊都准时个时候挂起安尼样。所以讲，咱爱讲个角度就讲，咱等下吼，重新来这个物件来重来审查处理好势啦。啊，无吼。像安尼，阿贵有争议啦，对啊，阿姨，所以讲咱做紧这个案哦，哎，重新来处理好势。对，一定要哪边知道大家局如果来表决，然后觉得说要重新把礼拜三连审的案件吼，重新再推翻要重审的话吼，我建议先举手看到底是哪些赞成，哪些反对，还是就比照礼拜三的决议。然后还有就是，处长也爱情讲的清楚，那就是讲不要管我怎样问一种话。哪边个顶？不是哪边个顶？就讲来着，你讲哎。新华公文，如果说处长也要先说明说，我们今天审了，到底在县府手上还没有拿到容许使用，这案件是比较旧的，啊是比较新，爱讲好清楚。啊，不然今日审嘛是迄未来，这七十几件嘛是赶快弄叫本来就是爱讲好清楚。对啊，所以处长都无讲好清楚啊。一定，还是来我三千多啦。都这样，咱针对就是针对只旧，上件只旧案啦。啊，即马政治伫即送件旧案啦，啊，照正常即个跳目前咧申请，就是经过你个申款资料送公所初审嘛，土地负责人什么审了，才有送县政府即个容许使用嘛。对啦，县府才送，才发咧容许使用，了再佫退转公所发建照嘛，建照若摕到，才当落去嘛。哦，啊，你若讲建照有摕到的人，就是法律不就要不追究迄个既往，建照伊有摕到，伊还佫。要去也阁想去，但是当然啦，百姓抗争，吼、哦，迄是应该是需要去解决。啊，即马议员去关心的问题就讲，你七十几件拢送来，而且你都容许使用嘛，也袂发。公所伊的建造嘛，也袂发，你要甲使用借法吼，就有争议啦。重点是伫遐啦，你等于讲你这七十几件拢总会使使用借法，安尼唔对啦，上届。好有利的所在，就是讲有争议，就讲已经摕到建价嘛。你管路容许使用法而已嘛，这个按这个登公所嘛，是不是安尼？公所这个发建筑使用执照，哦，建筑使用执照发了，伊才有合法，才拢对动工来去。你这物件拢也未发的时阵，你这七十几案拢总要甲用这个做借法使用借法，即卖议员你关心的关心者，啊，所以讲你拄则你讲什么？议长回报，请容许我回应一下哈。跟议员回报，其实大会的决议，我们是依法行政，绝对都尊重。不管就是依议员的意见，我们一样是呈报中央。好，啊，这个部分，说真的，我们以县府的角度，绝对尊重议会的决议。一定，主要讲尊重是安尼啦，要该信是唔该信遵守安尼啦，意思是安尼啦。
啊，尊重就是安尼，无安尼咱就免挂机啊。处长的意思是讲哦，如果用这个方法处理，伊加上面顶就认为讲无效，无效，算等于讲袂使安尼就对啦。报告议长，其实依行政单位的角度，我们绝对有告知的义务，因为地方自治法我们。过了之后还是要呈报中央核准，啊，所以我们觉得以县府角度绝对尊重议会所做任何决定。处长，可是不能不告知。你刚刚讲的我听得懂了，是就是表示说我们如果定这个规定的话，那些旧的已经送件的人，是不是他基于魔法的保护的话，他还是可以，因为他跟我们地方自治法冲突，所以他还是可以，他可以。申诉，诉愿，对，他可以申诉，所以县政府这边还是要跟他。县府只能依法行政，所以刚刚在一直在讲说18条规定。报告议长，你真正这么一个争议的话，我真正我感觉讲是咪讲咱这个提出这个我提出这个修正动议哈，是不是说我们这个案重新再审了，好不好？因为我想，其实现在张议员，其实张议员顾虑的也是，爱有两个人一相互依啦，哎呀，我跟你讲哦，互依的这两个吼，拜三拢无来开会，有我有来啊，林信都无来，没有说你啊，我说林秀琴议员跟林湘婷议员啊，拜三林信都无来，我大家信过了，你才要来讲，你今麦有意见要互依，要定信吗？张议员，我知道你的顾虑，你顾虑是因为目前有70几件还在县府案，县府审查哈。不然那是要定信么？较详细啦，像草草，你今麦请来处理，以后有争议啊。也有提到说，因为还是有争议啊。我处长，你莫破了，因为东西刚联系，照讲您。一定有问题，升一个保险法人权，今仔无遮争议啦。嗯，拢无，安尼人性是毋是拢假的啊？好，安尼以后即个呢，破落的时阵哦，以后大家就拢啊，今仔无来开会，无开会，无发言的人，今仔出表决个，你就拜三开会，咱都准时。咱大家可以使，大家拢会使，包括刚无来，大家拢会使参与参与这个自治条例的这个重新修正哦，所以我想，我们天天都来开会，我们都很准时来开会的，对啊。那那天大家决议就是这样子啊，不是吗？对啊，所以我当议员，我可以提出我要修正动议啊，就是我只要有一个人复议，要不然你只是有权利他提出。对，但是我是希望一定叫咱人性有冇人性化嘛，好对不？好，安尼既然安尼星星是雷电波，人性有上也无上，对不？无保险法人权，对，会当去定来修改，啊，大人拢有当翻咯。不，哦，安尼讲，大人拢两个副议，就拢有当翻啦，喏。你讲，哦，主持人。我咧谈，我拢咧翻啦。不，上吊这个案吼。对，这个我是讲，这案先照讲，你安怎处理？你先告知，后变会期你提出来，但是这段中间，你这旧的都旧案有提到建交的，哦。你会当可以继续时间袂要紧，无摕到你袂使办，哦，无摕到就无摕到啊嘛。保安员，歹势，有摕到建桥的啊，家属啦，家属讲啊袂起到，怎人咧控制那边安怎？处理？对啦，那边安怎？啊排除无？大会主席，张议长，啊，各位议员同仁吼，媒体小姐先生吼，大家好早吼。处长，有些事情吼，你要适可而行啦。议会再怎么执行，你当初你在审查会，你就要提出你的文字的修正或者加添，这是本来就本意嘛。那今天的地方自治草案里面，要在议会里面审查议案，修正了以后，那就是制定。今天是要进入二读，进入交互联审，进入三读。那程序里面，你把这些议员都糊弄掉了嘛？阿你我两边算计的，拢靠你得啊！不是，一定我来报告啦。我是安尼啦。当时伊咧修正这文字，你当时人心，你处长，你就爱提出讲哦，我是关于伊爱修正，但是我修正了，我来拍审查议案里面就有提供给你嘛。啊，你已经心在议员拢当过，大家拢当无意见啦。你咧过来定心，一定我认为这有瑕疵啦。嗯，好啦，对。啊，白天啊，大会主席吼，丁议长，如果说为了这个案子要进入二读交互联审，
哦，搞得这样子沸沸扬扬，哦，你藐视到我们的议会，哦、不敢。嗯、我跟你讲，处长，那这个案子就退回重编，一年内不能冲审送审。好啦，把这个案子退回重编，把所有你手上所有的业主申请的案件里面送到所有的议会，送到所有的议员身上手上。一年内不得送审。哦，大约就是我看你裁量。无啦，无紧啦。是咪是咪暂时退回重编？这个案哦，哦，阿伯今麦阿你讲了吼，你等于藐视议会嘛？不敢不敢。哦，我讲没有什么叫做修改，没有什么叫修改啦。人性鬼，安尼人性拢有当困难啦吼，安尼办拢有当困难。没有什么叫修改啦。当初在审查会里面，你就是要提出嘛。是。我没有给你机会吗？没啦，这部分绝对没有给你机会吗？绝对尊重议会。对，你买马卖个片尾啦，片尾哈，片尾会找文江来。顶死人啦，你个保留啦，我来卖。片尾会找文江，片尾会找文江来啦。刚刚处长来讲。
你进来哦，那个空啊。我讲的，我嘛，
我今仔日我嘛讲保人，你讲我讲哎，你你还不积极做保人？咱这是神农，咱农在地。你唔是，所以讲你一定，我不管你讲是，我老弟老领导，即按宗教，啊，你我哋都有，我都有，以后拢当成道德的，道德了，来，你就来信，你提出来，大家来提出来信。看那什么，你上楼对上楼位啊？哦，你要什么？要三宝边，靠楼靠楼啦。你基本拢未使装满啦。好滴哦，对啦，叫没有开，叫来啦，啊，过来去。站，你先来。
好啊。咱加四号案吼，啊，所有的咱这议员呢，非常这个关心啦吼，因为这有业者啊，甲所有的百姓，所以说我们这个要定这个条例吼，啊，应该农业处呢要很慎重了吼，很慎重的处理这个案件啦。我看今日咱这个这個、案呢，啊，大家拢非常的有这个争议啦吼。啊，我们农业处呢，伊所提出来呢，有可能就是想着收真济啦。但是呢，他我们联审会的时候，伊讲了无够周至啦吼，所以讲有很多的瑕疵啦。你从这个古玩的问题吼，这七十几件到底要怎处理？要怎处理？这应该我讲处长，你应该阁好好啊吼，好好啊去研议，安怎都。公平啊，未使吼，从咱议员所决议的呢，一项过呢，有可能得失真侪人。啊，这案过呢，也是两面呢，有可能嘛，无形中得失真侪人。那我们要用一个较公道的啦吼，比如讲这个古案是要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才是用新法还是古法？这个我们要慎重啦吼。所以讲，我认为啦吼，都像咱各位议员的意思就是讲，咱这案吼。先用来后处的吼，啊，再来管安尼好无？吼、哦，各位议员安尼，吼、哦、啊，互农业处吼。哎、哦，大家主席吼，因为拄只吼，咱伫协商当中呢，是本来是这个案是入来定数啊，是所谓这案保留，就是暂搁置。哦。农中 OK 的时阵，你农业处把所有的法源照于原有的旧法，而我们议会审查的新法里面的修正，你自己修正好以后，各个所有议员，咱的议会大会主席这边加上一拜，如果能够全部协商 OK。那我们再送进我们议会审议，哦，那就是用保留暂搁置的方式，这个案就暂时先退。啊，各位议员若无意见，就照咱今嘛咧讲诶，莫阁甲这个代志，哦，当然在适用于还没有通过以前，这些业者你在手上审理案件里面，绝对不行让他们通行。哦，这是制定诶。哦，所以讲处长，这样可行吗？议长，先保留啊。不是，是叫咱拜三开会决定就安尼过，伊要修改了后一个会期，好送入去看安怎修改。我，无啦，先，哎呀，这都还袂决咧，不。这都还没关的啦，系啦，啊，咱们关过啊。主席，我发言者啦，系啊，我跟来。处长，讲起来你实在足假啦，足无负责任的啦。一个法庭影响家己全民遐大个权益，你啊一个草案凊彩乌白草草的七条就送入来。人审的时阵，我就来讲，你这考虑你也无周至，都爱搁住哦。你修改好，他搁来，你硬要过来。系啦。人审的硬要负责任。你广纳众议，你要听好势。即摆法庭通过了啦，人心过啦。你即摆搁听听啦，对大家敲一个电话啦，对大家意见啦。你这临时要变卦，你是把议员当作笑的哦？议员那个白死哦？你是做无招人咩？你怎知啊？一个法庭要定落，你要考虑我完全作招字啊，几摆？主席。我是想建议啦，因为二道会啊，根据咱的法议事规则啊，二八条啦，对，二道会就是会当主张这延案延议和审查意见，审查意见就是人性的审查意见，是，可以做广泛讨论，你知无？本来就是在讨论，
你讨论了有意见，你经过两个人，两个议员附议，大会要通过，配什么电信？佮配完头等电信，对电信佮定来，这是二八条规定啊。哎，对。哦，三读会是违反中央法令，还是中央法规？这之外，以外有问题，佮文字修正，那是第三十条，法令是规定的。所以本身是看讲，这案件一定得爱有这迫切性，一定爱过。那无一定讲，因就爱即阵爱一定爱过。你考虑我周知，因为咱还佫临时，咱定期会中还佫一个临时会，你会等佫五日后、七日后，随佫杀出来嘛？对无？安尼好无？啊，即个会期，即个按先搁置起来，无差一七八日啦。咱还佫一个临时会啊？咱那个两道定临时会，一道定期会。对啦，记者呀，对无？你出一道，你个临，你个杀出来嘛？记者呀，大会主持议长。啊，就是咱审查会，咱议员迄天讲的意见采纳，这个案子就保留搁置，先退，安尼啦。啊，无这啊讲的未错。啊，你即马想到你所有旧法跟新法里面的合并了以后，是用新法跟旧法的用意里面，你考量好。再送进来，好、哦，大会议长，是不是呢？不啦，就记者遐来讲对啦，不啦，好可以啦。慢慢讲，我定一个临时会，咱再过来开。临时会，你来咱六日到七日后，随个杀出来嘛。可以啦，可以啦。哦，你七十日、七十日，咱嘛未去影响到人的权益偌久啊？到七六七日。那我跟你讲，现在送到你手上，我们本府里面所有的业主送进来的几件。是四十几件还是七十件？我不知道啦。你们到底是讲几件啦、啊？也没有公布啦。哦，在各县市里面、各乡镇里面、各乡镇市里面申请中的，我讲暂时，你先受理而已，不能送行。哦，阿力 OK， 好不好？在自治法里面没有修正里面，哦，而已。现在在执行建新建中哎，当然是用旧法嘛，咱都公告最清楚嘛。哦，审理中哎，适用于新法嘛。报章媒体昨天报道，完全都不以我们本会里面所决议通过的文献弄到迷，所以这议会当然会觉得说，那我们议会开假的吗？是你误导媒体吗？对不对？你昨天有看到媒体的文字吗？那为什么我们议会讲的哪有算啊？而、哦、业主，你这误导业主啊，跟我们农民啊，跟乡亲啊，不对吗？那所以说，来这个案子全部搁置掉，而适用于我们当初在审查议会里面决议的文字里面文献要保留。那你现在手上的所有的业主申请的案件里面，完全都暂停。OK。可以吗？来啊，哎呀、啊，你回答一下啊。鲍议员，这个部分农业处决尊重议会的决议，哎。那尊重你要跟媒体解释啊。是。把、哎、媒体的报道无照算，无照咱国际的就对了。拢无啊，无啦，咱无误导呀。报道拢无讲啊。没有。那误导什么啦？误导业主啊，也误导了所有的百姓啊，也误导说，也某藐视说。整个污蔑掉我们的议会，你们决议啊，不对吗？你拢无咧看。那个议长，我是感觉讲吼，今仔管护局要定这个自治条例吼，伊管政府送过来了，要让咱议会来背书吼。今仔日唔是像处长所讲的尊重的态度，是应该是尊重呢。伊甲送自治条例过来，让咱审，要让咱甲审议的位置，是不是咱的国语就是伊要照咧来做？这应该嘛。那不是尊重嘞，尊重嘞！你要再我再次跟你重申一次哦，是遵照，不是尊重哦，尊重是安尼嘞，多好，甲你报告过嘞，欢喜就送，就甲你尊，就甲你同意啊，无欢喜就无遵守嘞。那个处长，另外您的那个就是建议版哈，上面有写说那个。就是设备，未来设备要好一点。所谓的好一点是要到多好？那个设备的那个规模，还有它的那个
就是最新的那个就是机能是要怎么样，要让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还有那个民众知道，因为你所谓说的好一点到底要到多少的那个规格，我们并不清楚啊，我们以什么为标准我们并不清楚，你图片都要来，然后由你亲自解说可以吗？行吗？因为立法一般是先谈精神，然后我们另外那个部分再用执行，但是因为这个牵涉广大嘛，非常多的民众在，但你现在只是纯粹文字，我们无法支持农业处的那个观点嘛，所以你应该要让我们那个充分明白了解您所谓的说的好的设备跟规模到底要的那个到达哪样子的水准，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心里面有个底，我们才能继续研究。来，不，一啊，这议员跟你讲的资料就是讲，咱即马即案，你详细从啥物资料拢处理也好。所以讲，咱即案，咱即马先安尼啦吼。假四号案吼，咱伫下次后一次会啦吼，有可能临时会啊，啥物才决定，咱过来详细专门即案来处理一下安尼啦。安尼好无？各位议员安尼好无？哦，好啦，好啦，无咱即案先安尼，吼、哦，吼、哦、啊你！你希望讲有要求看啥物时间话，你咪较紧的，就咱用用来看当时来开一个临时会啦。希望你在一礼拜以来啦，一礼拜以来吼、哦，将所有的你该安怎的资料拢放落较详细的，安尼好不？好不好？哦，尤其是这个古玩，这看要哪处理吼、哦，这你哎拟定这个办法，啊，让咱这些议员来。来看是可行还是不可行？遵照本例，哎，遵照本例。好，来来，安尼即案，咱就先安尼啦，吼。好，来来。来，甲五号案来。甲五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有关内政部议政署增拨2005年度宜兰体检补助经费等九案，合计经费新台币887万7200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这个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查见原案通过。甲国务院各位议员讲什么个？无吼，无咱教官难通过。甲六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有关交通部核定补助办理台湾夏至235级太阳回转108夏至23度半太阳馆环保治理活动及品质计划经费等七案，合计新台币2042万8550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或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甲六号案，各位同仁，搞什么个？无吼，无咱官难通过。甲七号案提案人县长张罗官，案由有关内政部营建署补助本府办理2005年度既有住宅耐震安检评估补助经费新台币8133万5500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甲七号案各位同仁，告什么意见？无吼，无咱原案通过。甲八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有关流域总和治理计划第二期雨水下水道工程补助款等三案，合计经费新台币4179万850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或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甲八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言？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甲九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有关优良水稻推广品种繁殖更新计划等十案，共计经费新台币1905万2030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或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甲九号案各位同仁有啥意见？无吼，无咱原案通过。甲十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有关本府办理2005年度第一二阶段城镇风貌形塑整体计划中央核定补助共计5779万2000元整，
及国家建设总和评估规划中程计划、嘉义地区海洋经济整合发展构想计划，核定补助300万元整，合计6079万2000元整。因预算编列数不足1079万2000元整，拟请同意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甲十号案，各位同仁看上一个。甲十一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有关善心人士105年度捐款本县卫生局推动反毒相关业务，因故未及纳入105年度公务预算等事案，合计经费新台币429万4800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决，原案通过。甲十一号案，各位同仁到啥物个？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甲十二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有关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补助办理105年度申请购置垃圾车补助计划，增列金额新台币1533万5000元，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甲十二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甲十三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阿由有关文化部补助办理105至106年社区营造三期及村落文化发展计划、创意共学、世代共好等五案，合计经费新台币4221万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甲十三号案，各位同仁有啥意见？无吼，无照原案通过。甲十四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有关105年度社会工作人员职业安全方案之社工人员执行风险工作补助，运用前年度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剩余待运用数，以105年度公益彩券盈余分配追加预算办理社会福利计划等二案，合计经费新台币161万1400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甲十四号案，各位同仁有啥意见？无吼，无咱原案通过。甲十五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阿由简送拟出售坐落嘉义市西门段四小段59至15、59至18地号及嘉义市民族段四小段4至6地号现有非公用土地一案，请审议办法。一、审议通过后，报请内政部核准，并依规定办理出售。二、本案出售现由非公用土地处分期限至报奉内政部核准之日起算5年，审裁见。原案通过。甲十五啊，十五号案，各位同仁有啥意见？无吼，无照原案通过。甲十六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简送拟报废本府所属溪口国小网球馆机房建物等一校机关建物案，已请审议办法。是贵会审议通过，建物已依最低使用年限同意报废，审裁见。原案通过。甲十六号案，各位同仁有啥意见？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甲十七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案由有关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核定补助办理友善校园学生事务与辅导工作计划经费案，合计新台币392万9750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依相关规定列入预算转正审裁见。原案通过。甲十七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个？无吼，无咱照原案通过。以一号案提案人张议长明达案由有关本会组织自治条例第六条修正草案，请审议办法。本条文审议通过，依据地方立法机关组织准则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函报内政部核定后施行，审裁见。原案通过。各位同仁对咱一号案有啥意见？无吼，无咱原案通过。以二号案，
提案人实验信中，联署人林香田、何子凡、罗世阳、张贵忠、郭芳仪、江梅红、蔡伟杰等议员。案由针对阿里山乡峰山村林班解编事宜，拟请大会组专案小组后办理下乡考察。办法大会通过后，请准予成立本专案小组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一二案各位同仁告诉一个，无吼，无咱照原来总过。以三号案提案人实信中议员联署人林香田、何子凡、罗世阳、张贵忠、郭芳仪、江梅红、蔡伟杰等议员，案由建请县府积极改善阿里山乡农路及博坎系统，以利农产及交通运输。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报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积极办理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第三号案各位同仁到这里个，无吼，无咱教官难当过。以四号案提案人林木为议员，联署人戴光忠、林香田等议员，案由建请针对近年来抗争不断的养鸡、鸭、鹅、猪等畜牧产业设置专区，以杜绝纷争。办法大会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第四号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咱叫原案通过。以五号案提案人何子凡议员，联署人林香田、蔡伟杰、江梅红、石信忠等议员，案由为保障民众居住安全，避免消防灾害，建请县府编列经费补助65岁以上独居长者、身心障碍人士等弱势族群，于住所加装住宅型火灾警报器。办法大会通过，请县府积极办理审裁决。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五案各位同仁告诉一个，无吼，我照官难当过。以六号案提案人何子凡议员，联署人林香田、蔡伟杰、江梅红、石信忠等议员，案由为保障民众土地财产使用权益，建请县府排定期程，以本县各乡镇市巡回举办国土计划法分区划分说明会。办法大会通过，请县府积极办理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6号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咱照官难当过。以7号案提案人陈文忠议员，联署人张议长、明达、蔡其章、林秀琴、叶梦龙等议员，案由新港乡道加67线，由于路线笔直窄小，车辆通行速度快，会车险象环生，建请拓宽改善，必宜确保行车安全。办法大会审议通过，请县府积极严厉办理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17号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无吼，无咱原案通过吼。以8号案提案人何子凡议员，联署人林香田、蔡伟杰、江梅红、石信忠等议员，案由建请县府于2006年嘉义县政府总预算中增加编列嘉义县义山、义米两所社区大学委办预算。办法大会通过，请县府积极办理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18号案各位同仁告什么意见？无吼，无咱教官难当过。以9号案提案人何子凡议员，联署人林香田、蔡伟杰、江梅红、石信忠等议员，案由建请县府积极辅导中埔乡狮童公路周边育苗场成立中埔苗木休闲园区，打造为嘉义县园艺观光品牌，振兴在地休闲观光产业。办法大会通过后，请县府积极办理审裁见。原案通过，全体议员加入联署。19号案各位同仁告什么意见？无吼，无咱照官难通过。过来就是咱1至9号案吼，所有的议员拢全体拢加入联署啦吼。过来。咱石信忠洪山村这个要成立专案小组了哈，由我们成立专案小组，由我们石信忠议员当这个召集人，哈、来，我来就临时同意哈，来，有无？哦，无啦哈，来，先读不至会议记录。第3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9月2日上午10时22分，地点本会议室厅，出席张议长、明达等24人，列席吴副县长、方明等25人，来宾各报社记者等18人，主席张议长、明达，秘书长黄尚文，
议事组主任张燕博，记录卢正道、林绿营、王立贤、黄旭平、李静荣。主席宣告开会：一、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议事日程；二、议事组宣读第二次会议记录；二、讨论事项；一、为甲一二三号案请审议，议决甲一二三号案均原案通过，完成二三读；二、为甲四号案请审议，议决本案于下次会再行审议，并请县府于一星期内提出；三、为甲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号案请审议，议决甲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号案均原案通过；四、为乙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号案请审议，议决乙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号案均原案通过；四、为乙二号案请审议，议决全体议员为小组成员，推实训中议员为小组召集人。以上。好，啊，各位同仁，这届会议记录安尼讲有啥物个？无吼，无人确认。来，闭幕。来，闭幕典礼开始，全体请起立，主席请就位。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主席请复位，全体请坐下。好好，来站下哈。哎，那处长，你着看哪处理？这个哈。